力不足，喜欢的朋友可以活六。总是有人说我们假谈，不是真谈吗？来，认为我们是真谈的可以拨一，若有人认为我们还是假谈，那你就可以拨二。来，诸位，来，诸位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扣一啦。传音已经清弹过了，竟然还有人扣二，是真弹吗？当然是真弹，要相信我们的民族艺术。好，诸位，感谢所有的朋友的一，感谢你们对民族艺术、对传音的信任。来，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诸位少侠女侠。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来长长士气。我们直播间4000多位少侠女侠，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不要两颗，一人一颗，祝我们的民族艺术、祝传音，让我们长长士气，让民族艺术也能够走得更远。民族艺术也要吃饭，民族艺术也要接电费，我们一个小星星应该不过分吧。感谢浮云送来的墨镜。好，诸位下一首。下一首你们想听什么？刀剑如梦选一，精忠报国选二，这铁血丹心就选三。感谢我们浮云送来的墨镜。好，船已经收到。票数最多的是一和三，而三更胜一筹。三是什么？三可是铁血丹心呢。感谢我们小公举送来的千纸鹤。好，铁血丹心来。好，诸位，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民族艺术传音圣地黑木崖。来到了黑木崖，我们谈的就是江湖，论的就是豪迈。
大家想听的所有曲子曲目范围之内的曲目单范围之内的都是免费点曲投票制。好，现在传音要为大家来一首铁血丹心，你们想听的刀剑如墨精忠报国或者是六指琴魔十面埋伏，我们都会一首一首来弹，不要着急，都会弹到。这就是镜像，你看我就像你照镜子一样的。好，那接下来传音就需要把这内力啊凝聚一下，把内力凝聚好了干什么呀？调琴，弹琴之前先调音。好，那么传音弹琴比较辛苦，也请大家点点赞，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的支持。来，黑木崖护法何在？黑木崖现在士气如何？禀教主，我黑木崖目前气势正盛。好，哪位少侠女侠来报一下现在黑木崖精准士气？会不会弹？闭着眼睛都能弹，随便你点。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数字了？4.5。好，来黑木崖，我们将近5000位少侠女侠，我们每人点30下，秒上到10万，秒上到10万整。传音调琴，请大家点点赞，诸位。好，现在传音调琴了，注意，不是你调琴我点赞，是我调琴您点赞，诸位辛苦辛苦。这是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的支持，我来调琴了啊，嗓子都有点哑了。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抛开世事10万了。好，诸位辛苦了辛苦了。那接下来传音就为大家准备弹一首这铁血丹心，大家不要吹传音，不要吹不要吹，你一吹呀、啊、我连水不我连酒都不敢喝了啊。传音怎么嗓子有点哑呀，今天说话。来，诸位，行走江湖交好友，喝好酒。来，诸位，有啤酒的，有女儿红的，有茅台的，有什么好酒的，拿出来，一人和传音干一杯。现在可是过节呀、啊，来干干杯了，诸位来干。天佑郎你来了，来，诸位干了。祝大家江湖一帆风顺。我怎么觉得这声音有点哑了呀？难道是昨天练功练得走火入魔，男性化了吗？哦不，我本来就是男人，对。这嗓子越来越粗了哈，难道是这个宝典练过了？好，那接下来就谈铁血丹心，对不对？来，座位，谈之前传音问大家个小问题，
你们想听哪一个版本？这个是原版原素，还有一个。这是低阶版。来，想听原版原素选一，想听低阶版选二。原版。如大家所愿，旋律响起，武侠歌曲《射雕英雄传》。当这首旋律响起，不知道大家你们想到的是谁呀？是洪七公、郭大侠、黄蓉、黄老邪、欧阳锋，还有谁呀？还有杨什么嘞？杨过他爹叫什么名字来着？对，杨过他爹叫什么？叫什么？杨康。对，对，没错，杨康。对，杨康，想起来了，杨康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呢？叫穆姑娘，穆念慈。对，来，诸位喜欢八三版的《射雕英雄传》，黄日华和温美玲的。来，一起扣一波酒，我们以酒来致敬这永恒的经典。感谢小林鱼儿的中秋兔兔，感谢。经典终究是经典，
即便是新版本也没有超越。新版本旧版本都看过了，致敬永恒的经典呢，所以要一口酒啊。来，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作为少侠女侠，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为我们的民族艺术来涨涨士气。一人一颗小星星，不要两颗。当然，若有哪位前辈、英雄豪杰、内力强大的，也可以支持一下我们的民族艺术和传音。感谢静熙送来的墨镜。好，下一首。下一首曲子，想听《刀剑如梦》，选一；想听《精忠报国》，选二；想听《孝庄秘史》，你选三。我知道大家想听的曲子很多，《六指琴魔》《十面埋伏》《倩女幽魂》，一首一首来。将军令在秦宫秘籍的时候可以轻弹。刀剑如梦，都想听。好，好，票数最多的是一，刀剑如梦。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一首刀剑如梦，感谢我们小公举送来的亲吻礼物，感谢狂暴月夜猫的亲吻礼物。好，诸位，接下来传音需要在弹琴之前干什么呀？调音，音调好了才能把琴弹好。传音，请大家能够边为传音点点赞。诸位，传音弹琴很辛苦，也请大家点点赞，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对传音的支持。对，你战我战天下战，皆是江湖为我战。诸位辛苦一下。士气，现在士气如何，家人们？多少点赞了？让我们看看。15.6%，直播间我们将近4000位少侠女侠，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秒上到18万者，18万者，我们开始弹琴。感谢贾虎送来的心动聚焦。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毕竟是人，不是机器人哈。我喜欢，好。小林鱼儿这个名字应该像一位女侠，请问你可是一位女侠呀？这位请稍等，传音虽然琴艺高超，但也是凡体之身，这手指需要略作休息，不然它会疼。
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嗯，小林鱼儿，你来到黑木崖你就来对了，我黑木崖可是不仅高手女如云，而且女侠也是。哎，我们黑木崖是不是女侠更多呀？好，十八番到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弹琴。来，容传音喝一口如何呀？你们允不允许传音喝一口再弹琴？我怎么感觉今天嗓子哑了呢？难道是昨天练宝典练过了，把这洪荒之力练得嗓子都变哑了？嗯，不允许，这是何人不允许啊？那不允许的朋友你可算小心心了。子晨，感谢子晨送来的墨镜。咦呀，来，我不跟你们废话，一人一杯啤酒，和传音干上这一杯。来，干上这一杯，弹琴。来，小林鱼，干杯。来，诸位，走，传音带大家去闯江湖。干杯！来，诸位，传音带你们去闯江湖了啊！江湖儿女，侠骨柔情。来，传音已经准备好了，为大家弹一首《刀剑如梦》，你们准备好听了吗？准备好听的朋友来，一起来扣一波一，我们来弹《刀剑如梦》。
语，快意泯恩仇，一首刀剑如梦送给诸位。诸位，囊中传音的琴声里面感受到江湖的豪迈和侠义，来扣一波921，黑木崖代号921。感谢会飞的螃蟹送来的万象烟花，感谢我们小林月送来的礼物。感谢子辰送来的礼物，感谢子辰，感谢小工具，感谢缘分天注定，感谢日月夜猫，贾谭，兄弟们，又有人说我们是贾谭了。是真弹的扣一波一，若还有人认为我们是假弹，那就扣一波二。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扣二的朋友来到黑木崖，来到黑木崖的后山来跟我解释解释，若解释不通，那就让你练宝典。可爱的朋友让他们练宝典，你们觉得意下如何呀？传音的视频里面很多人都在说传音是假弹，我也很无奈。有人跟我说，传音，你知道为何很多人都说你是假弹吗？因为你不看琴弦的。来，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诸位少侠女侠，我们一人一颗小星星，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来长长士气。我告诉你们啊，真正假弹的是看琴弦，知道吗？因为怕弹错，不看琴弦是因为自信，是因为随心所欲，是因为艺高人胆大，你们同意吗？喜欢的朋友一人一颗小星星哈，不用两颗，一颗就足够。来，下一首你们想听什么？下一首《笑傲江湖》啊，《笑傲江湖》我们刚才有弹过，若还想听，等一会儿再弹。来，下一首，想听这《孝庄秘史》，你选一；想听《倩女幽魂》，选二；想听《六指琴魔》，选三。林子祥有首歌叫做林子祥叫做什么呀？男儿当自强，对吗？想听学猫叫，你自己就可以叫一下。大家来看看这哪个票多呀？我随便都没听过，都没听过。小林鱼儿，
你可是那小灵儿，小灵儿你是几零后的呀？我是九零后的，我都听过呀。难道你是？你要么就是你要么就是两千的，要么就是两百年之前的。好，传音看到了，这二和三都很多，二和三都很多，二更胜一筹。如此二是什么？二是倩女幽魂吗？我知道三是六字琴魔。笑作蜜子没人选票呀，你没看到笑作蜜子的票很少吗？好，三和二都很多，人生路，那我们就而二的票更多一点，那么就先弹一首二，倩女幽魂。这三呢，这三呢是六字琴魔，我们等一会儿可以再弹，不要着急，想听的曲子都会一一弹到。好，弹琴之前先调音。黑木牙，哪位少侠女侠报一下现在精准时期是多少？来，黑木牙，令官何在啊？士气如何？禀教主，我黑木牙目前气势正盛。给好评。好，那么精准士气多少？22.4。直播间1800位少侠女侠，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每人点30下，把士气秒上到这27万整。当我们的士气达到27万整，诸位，传音就开始调琴。来，诸位，传音弹琴很辛苦，也要请大家点点赞，30万呢。好，按兄弟们的来说，来，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来，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的支持。弘扬民族艺术，哪三点呢？点关、点赞、点星星，对吗？好，我来调琴了，诸位，30万整叫传音。不要着急，我们不是机器，我们是人。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是需要耐心的。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伴风雨，老去人茫茫。先喝一杯。现在士气多少了？来，让传音，来，哪位少侠女侠抱一下？小林鱼儿，27万了。好，来，诸位，28万开始弹琴。小林鱼儿，真爱，要看时间来决定，
不要着急，不要慌，你爱不爱要让时间来证明。有泪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谈不谈风仿佛在梦，这人气我们都控制不了，大家不用着急。好，来，这位少小女侠，上传一些，喝一口来。诸位，28年级了，好辛苦辛苦，感谢大家的点赞，大家都辛苦了，传音都知道。来，谈之前先喝一口，诸位，有啤酒的，有女儿红的，茅台的，诸位有什么剑南春的，都拿出来和传音干一杯来。传音祝你们行走江湖一帆风顺。好，干杯。老崔，吹得我酒都不能喝。对了，谈之前我需要给你们做一个说明啊。每次弹这首曲子，总是有人给我差评，这是为何呢？因为这首曲子里面有两个偏音，这两个偏音呢是属于发和西。我们平常在我们的民族音乐中听惯了正音，偏音是很少的。那唱歌的时候，哥哥唱的这首歌，它的偏音并不是很明显，所以你们听不太出来。但是用乐器演奏的时候，这两个偏音呢、啊、就很明显。那大家不懂啊，他不懂啊，他就觉得这点音怎么这么怪啊，肯定没弹对，所以就给我差评。这个曲子可以弹，但是你们不能给我差评，同意吗？可以给好评吗？给好评就弹，如何？但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偏音他听得不顺耳，他就给我差评了。你说我辛辛苦苦的这么弹琴还给我差评，你们说呢？可以，好，可以的朋友就扣一波一，必须好评。好，你们说的啊，若有人给差评就把他抓到黑木崖，让他练宝典。你们注意看，有谁给差评的就把他拉到黑木崖后山去。好，你们答应的啊。好，来，传音带大家去穿越，去看看小倩，看看宁采臣，看看姥姥。喜欢姥姥的就抢姥姥，喜欢小倩的就想抢小倩。走，
大家看，还是有人说这个音怎么怪怪的，音不对，因为它有偏音，不是转音不对啊。怎么样，这位好听吗？梦里好不好听啊？好听的朋友来高一不好听。感谢我们小林鱼啊送来的宝石姐。感谢我们刀剑笑的礼物。感谢夙愿的礼物。这首曲子让我们听着听着有点想念哥哥了。你们想哥哥吗？直播间将近1600位少侠女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哥哥的铁粉。我就是他的铁粉，虽然我是90后的，但我依然是他的铁粉，因为我妈是他的铁粉，所以我表妹也是他的铁粉。来，诸位，直播间1000多位少侠女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哥哥的铁粉。来，是哥哥铁粉的，为他来扣一波酒，我们致敬永恒的经典。感谢云朵送来的比心。我声音不像，因为我练就琴功早已是变幻莫测，时男时女，可男可女。你以为我像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吗？哈哈哈哈。感谢音送来的墨镜。咿呀，来，喜欢我们的民族艺术，愿意为传音上榜的作为少侠女侠，一人一颗小星星，为我们的民族艺术为传音来涨涨士气。感谢5518送来的比心。各位，老夫应该不会看错，哈哈哈哈，那是因为我功夫练得好。大家，你们听见了吗？这一样，还有这个，我们所有感谢礼物的特效音，都是传音设计的，全球独此黑木牙一家。不同的礼物有不同的特效音，都是我设计的。你们在抖音上，别说在抖音上听不到，你们在世界的任何一处都听不到。各位，支持民族艺术，点关点赞点小星星，还没有点心有小星星的，请大家点一颗小星星。每次进来都没有听到，你应该多一点耐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是需要有耐心你才能得到。真是人才呀，哈哈哈。你若在黑木崖停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我黑木崖厉害的多着呢。好，诸位，下一首曲子我想问你，什么？你是表演古筝还是什么？来，有人问传音是谁？来，黑木崖的奇观何在？传音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都听见了吧？退下。天宇大任，赐我琴功，千里传音。唯我不败，我乃东西南北方不败之琴魔。我正在那里玩霸气，你说我可爱，真是不要说可爱这两个字。
笑。来，下一首曲子听什么？感谢小公举的么么哒。十面可以。来，诸位，下一首，来看，让我看看你们想听什么。想听《笑傲江湖》选一，想听《六指琴魔》选六，想听《十面埋伏》选十。告诉你，在黑木崖没有弹不了的曲子。大家一起看看哪个票最多。十更多呀，是吗？是不是十更多呀？喜欢你的霸气，好。小林玉，那你可以在黑木崖定居吗？这喜欢呐，传音只看行动。你若是真爱，那你每天可要来哦。能不能来呀？黑木崖房，黑木崖，只要你是黑木崖的自家兄弟，房子免费住，有空就来。好，黑木崖的，黑木崖的谁？黑木崖小公举，把小林月说的话把它写在小本上记下来。他说他有空就来。感谢天若兰的么么哒。好，这票数最多的是十。哎呀，居然选了十。十是什么曲子呀？是民族音乐一首最累的战曲。十面埋伏可不轻松啊。感谢小阿军的墨镜。不收房租可以定居。好，诸位，接下来传音就需要来凝聚内力，把这音呢调上一调。这音调好了呢，我们才能弹琴。现在诸位，传音弹琴辛苦，也请大家点点赞。传音为大家发上一个福袋，感谢诸位对我们的民族艺术对传音的支持。来，现在我调琴，您点赞。士气多少？32.4。好，直播间，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少侠女侠，就让我们把士气每人点50下，秒上到37万整。诸位，37万整，传音为大家，传音的琴就调好了，为大家来一首《十面埋伏》，来，大家辛苦一下。
个40万整，让我看看。你能不能先霸气一点，把你的灯牌点亮？你灯牌都没点亮，你还40万整？等会儿给你解释。有人问为什么这条琴，你们要不要诚意解释啊？若要我解释，又要说我话多了，那我是解释呢，还是不解释呢？要我解释的朋友扣一个拨一，不要我解释的朋友要我闭嘴的扣一拨二，来。不解释。要解释，随便。这不要我解释的多呀，二更多，是吗？好，那我不解释。好，那我不解释。那个让我不解释的朋友，你们可上了小心心啊。没有上小星星的朋友不能没有指挥我的权利啊。好，现在黑木牙士气多少？这位稍等，应该还有一分钟就可以弹了。小美人，36，我们刚才说多少站点呢？37对吗？来，少侠女侠们，来，每人点10下，秒上37万整，来，秒上37万整，37万整，打仗了，弹10面埋伏，双击屏幕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的士气。那当然是真的。再弹风可以，说我墨迹的朋友上小星星了吗？37到了。好，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的支持，谢谢你们的灯牌点赞礼物上榜。好，来，诸位弹打仗弹战曲之前，让传音先喝一口，来，有啤酒的有好酒的都拿出来，一人一颗，一人一杯，和传音干了。干完这一杯，我们就收拾收拾什么？收拾收拾工具，把你们的斧子、刀、你们的剑、你们的耙子、你们的筷子、你们的这扳手都带上，我们去埋伏打仗。来，干了。小灵儿。有没有听过10面埋伏呀？有没有听过？哦，弹之前传音还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一下，这10面埋伏呀，它一样的有人给我差评啊，没有听过，那就听一听。公元2022年之前，楚汉大战用的。就是10面埋伏阵法，因为它描写的是战场上厮杀的场景，
那么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气势恢宏，壮丽非凡，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很吵，让他心烦。所以这是战区，就会有人给好评，也会有人给差评，这都没有关系。喜欢那你就记得扣一波六，若你不喜欢你就扣一波七，明白了吗？好，我们准备谈十面埋伏，准备开始打仗。来，诸位，船已经准备好打仗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听十面埋伏的朋友，来把一扣一波。我们开始了。
十面埋伏。诸位觉得这首曲子有没有杀气，霸不霸气，帅不帅呀？来，能够从传音的琴声里面感受到杀气和霸气的朋友来扣一波9 2 1黑木牙代号。小林月太帅了，感谢小林月送来的阿拉丁神灯。天山童姥，接个麦。听了个送了就知道了，这是啥呀？这是个天山童姥。嗯，是天山童姥。你好，你这也是练功的，练琴功的，哎，练琴的。对，我们这是练的是琴功，这你练的可是什么功嘞？永葆青春的。哦，原来如此。看起来果然是比我小几百岁，是吧？玩一把吗？玩啥呀？可以呀，你想玩什么？你输了给我弹个琴，我输了给你表演个我的才艺，我的拿手绝活。好，嗯，那玩榜几？榜十总榜加双尾数如何？榜五吧，榜五总榜。你不是也有1000人吗？怕什么？嗯，来嘛，试一下吧。对，好，嗯、榜十总榜加双尾数。嗯嗯，好，开始。耶，请大哥送来了花车。来，黑木崖，作为少侠女侠，来，传音为大家发一个福袋。现在开始打仗了。天山童姥哈，嗯，传音第一次接他的麦，我一看到他的名字觉得很特别，就想着接着看一看。看看是何方神圣，嗯，看起来确实像个童姥，很不错，应该是一位很优秀的主播。等一会儿，若是他输了，我们可以看看他有什么才艺。来，黑木崖，作为少侠女侠，战役开始升级，战斗开始打响。黑木崖护法何在？速打黑木崖优秀豪杰牙前迎敌。谨遵教主号令，众兄弟与我牙前迎敌。为我黑木崖抵御外敌。好，他的才艺睡觉不可能吧？感谢明夜的千纸鹤，感谢芥末姐的千纸鹤，感谢隐约的千纸鹤。来，诸位少侠女侠，我们黑木崖将近1000位少侠女侠，众筹小星星和千纸鹤。有小星星的小星星来，一起来占榜留名。小星星，我们将近1000位，不知能否占到100个榜单呢？感谢小丫鬟的千纸鹤，让传音看看，我们现在是多少个榜单？现在是84个榜单，作为少侠女侠，84个榜单，看能否占到100个榜单。来，家人们，作为少侠女侠。每人一颗小星星，看能否把我们的榜单占到100名。好，那么第二，我们看一起来众筹十个，先众筹十个千纸鹤。我们有没有少侠女侠能够众筹千纸鹤的？十个千纸鹤为我们的 PK 榜单占满，再众筹5个热气球。看能否有没有少侠女侠能够热气球占满我们的5个榜单。感谢莲的千纸鹤。对面什么？我看看。睡觉主播爬冰箱主播不可能啊。先不要管他，先做好我们自己的。来，诸位，众筹10个千纸鹤的榜单。感谢我们小美人女侠的热气球。
家人们，众筹五个热气球的榜，众筹十个千纸鹤的榜，大家看一看 PK 的榜单上面还差几个千纸鹤和热气球。千纸鹤还差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对吗？诸位，还差四个千纸鹤，还差四个千纸鹤就占满了 PK 的十个榜单。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四个四位少侠女侠能够占千纸鹤的？没时间了呀，怎么这么快？感谢小灵儿的热气球，守塔小心他们偷塔。来，最后五秒钟，家人们，英雄豪杰，有热气球的，有保时捷的，准备守塔，小心他们偷塔。感谢莲的热气球，感谢，还有最后一秒。好，再看一下的是，哎呀，他们家没战斗力了，难怪不接打榜十哈。好，这次感谢我们，这次感谢我们莲送来的热气球，感谢小灵儿送来的热气球，感谢我们小美人，感谢我们隐约，感谢明月夜，感谢芥末姐，感谢小丫鬟和诸位少侠女侠们的礼物，诸位辛苦了，来，我们胜利了。丹江口水库，你好，感谢你的千纸鹤，果然是爬冰箱哈、啊，是谁那么机智就知道这个事儿啊？你好，你好，啊，刚才那个爬冰箱就是你的绝活是吧？弟外，诗词哥，你能理解了吗？拜拜。好，再会。我怎么有一点莫名其妙？谁能解释一下？家人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吗？啊，我这么一点蒙圈呢，我怎么没怎么懂啊？你们懂了吗？啊，你们懂了吗？他刚才绝活是干嘛？是爬冰箱吗？小灵儿，你看懂了没有？我怎么没看懂啊？你们看懂了吗？太好笑了，不知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是啊，绝活是再见。看懂了呀，爬冰箱啊，我也莫名其妙。骑冰箱不是一个级别，秒懂，没听懂，我也没看懂，你们。没懂，我也没懂，无妨无妨，管他懂不懂的，就当我们去打了一只野。来首《春江花月夜》，我告诉你，《春江花月夜》，你知道，以后不要再跟我说《春江花月夜》了。我们《春江花月夜》从400人掉到了1000人，还《春江花月夜》。好，这次感谢诸位少侠女侠能够出手相助，为黑木崖赢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诸位辛苦了。我是看到的名字很特别，一般我们是不接麦，我一看叫天山童姥，那应该很特别，应该很好玩，所以我才接一下看看，实在是没想到呀。嗯，不过这童姥的这个性格也是与众不同哈，也能够理解。八音啊，我们刚才是弹什么曲子？弹八音啊？啊，对对对。不是啊，我们刚刚弹完《十面埋伏》呀，还没选曲呢，《天龙八音》。嗯，来弹琴，诸位，来，下一首曲子你们想听什么？《八音孤勇者》，笑傲江湖。漫步，你是不是看过他？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爬冰箱呢？你好，那就选曲吧。
想听《笑傲江湖》选一，想听《六指群魔》选二，想听《孝庄秘史》你选三。军师来了，军师，你在偷看我了。一更多是吗？是不是一更多？一是笑傲江湖吗？哪出戏了？我可是黑木崖本地话呀。好，一最多，那就来笑傲江湖。好，笑傲江湖。来，曲子虽然好听，但是他要花一点时间来调音，请大家理解。来，哪位少侠女侠报一下黑木崖士气多少？诸位，想听这六指琴魔，还有这孤勇者呀，啊，什么曲子的朋友不要着急啊，一首一首来。39.6也就是40。来，作为少侠女侠，我们将近1000位少侠女�侠，每人点50下，秒上到这46万整。来，诸位，一起来点点赞，46万整，我们弹奏《笑傲江湖》。大家点赞，来，这位少侠女侠，弘扬民族艺术3点：点关、点赞、点小星星。记住，这是要考的。弘扬民族艺术3点，什么3点呢？哪3点？点关、点赞、点小星星。诸位辛苦了，这弘扬民族不能靠我们手艺人哈，还得大家一起来，都是华夏的兄。都是自家的华夏兄弟姐妹，感谢天空之城送来的千纸鹤队。感谢大爱无疆的墨镜。点个大窟窿啊，那你的一阳子神功甚是厉害呀、啊！没关系，你要点那个大窟窿，我黑木崖包赔。怎么样？装一点龙，那就给化妆师扣工资。任我行在地牢，弹琴更帅。
现在黑木崖士气多少？来，哪位少侠女侠报一下？43。来，这位少侠女侠，我们每人再点，每人再点20下，让我们秒上到这46万整。来，这位。来，这位少侠女侠，我们一起来点赞了。敬爷，敬谁了？我们黑木崖只有一种情况下会禁言，那就是骂脏话会禁言。第二个，带节奏，带节奏很严重的会禁言，骂脏话的会禁言，其他的不会。感谢天空之城的热气球，7498，晚上好啊。天空之神，中秋节快乐，到了，好，各位辛苦了。这次感谢大家对民族艺术的支持。来，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谈笑傲江湖，对不对？这笑傲江湖啊，它也分为好几个版本。来，传音问问大家，没到44.8，好，算了吧。大家边听曲边点也是可以的。来，你若一定要到46，那岂不是大家会说，哎呀，这传音真是不近人情呐、绝对支持民族艺术。好，小鱼儿，感谢大家的支持。45.2，这马上就到了吗？好，情商低不低不重要，天魔情一同抖音才重要。好，马上就46了，各位辛苦了。什么情不情商的，那是你凡人才想的事。我是情魔，我需要有情商吗？我的情商是零。但是我的天魔情天下无敌，东西南北方都不败，要什么情商？你们说对不对啊？46了，好，辛苦了，辛苦了，感谢大家的点赞，各位都辛苦了，传音非常的感动，感谢你们对民族艺术的支持，没毛病，对。好，接下来传音就准备为你们谈笑傲江湖。哎呦，谈之前传音想问问你们，你们想听谁的版本？我问问你们能不能听出来啊？来听一下吧，诸位，这是谁的版本？古城随浪迹紧张，苍天。有没有人能听出来的？不是许冠杰，上电视台唱的那个，吕颂贤上电视台唱的一首歌，就是这首歌，《笑傲江湖之沧海一声笑》。对，吕颂贤，天空之城的千纸鹤。对，感谢。感谢天空之城，辛苦了。好，再给你们听一个版本。这个版本不好听吗？再听。这是谁的版本？这是谁的？李亚鹏、黄沾，对，黄沾的也不好听。卡平奥的，加。
还有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谁的？这是谁的版本？这是谁的？任贤齐，厉害，都是高手啊！你们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好，再来一个啊！不信你们都能猜出来，不信你们都能听出来。去哪了？这个是谁的？这是谁的？许冠杰，对，没错，许冠杰的。好，这个好听。好，都是高手呀，传玉真的是对你们佩服至极，这听一下就能够分辨出同一首《笑傲江湖》啊，这么多人的版本，你们竟然都能听出来，传玉真的是对你们佩服不已，果然是高手在人间。好，来，传玉为你们，那就你们喜欢哪一个？喜欢吕颂贤的扣一，喜欢黄沾的扣二，喜欢任贤齐的扣三，喜欢许冠杰的扣四。来，让我看看你们喜欢谁的版本。佩服传音啊，传音佩服你们，你们都是高手。喜欢四。哎呀，这许冠杰的粉丝怎么这么多呀，这么多四啊，小丫鬟直接是一二三四，好厉害。好，诸位，你们想听的版本我都会一一弹到。来，有啤酒的一人拿出一颗啤酒和传音干上一杯。其实传音早就想喝了，但是我一个人喝不好玩，很孤单。来，我等着和你们一起来喝。来，诸位，天空之城，来，天若兰，有啤酒的一人一杯啤酒和传音对酒当歌，笑傲江湖，干！